大家好，我是篮子王。今天我们来讨论这道 valid parentheses，就是有效的括号组合。这意思就是说，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括号、中括号、大括号，或者中间夹杂着一些，就是括号套括号这种情况，这些都是一个，就是。有一个正括号，一个反括号，这能变成一个有效的组合，我们就返回 true。如果是像比如说小括号、中括号，然后一个小括号这样的组合，这就是一个无效的组合，我们就返回 false。所以这道题要求就是我们给入一个由小、中、大括号组成的 string，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组合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括号组合。好，那我们来。说一下这道题怎么做，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括号，好，然后这道题呢，我们是需要用一个 stack，然后我们来写一下这个工作的过程，我们有一个 current，然后一个 stack，初始状态下，这个 stack 是个空的，首先我们现在遇到了。我们就一个一个往后看，我们先看到的是一个正括号，然后你把它放到 stack 里面，所以做完这步操作以后，stack 的状态是一个小括号，然后我们遇见了反括号，然后遇见反括号，我们把 stack pop 出来，所以 current 变成了 stack 里面的值。好，现在 stack 变成了空，然后我们看我们遇到的反括号。跟 stack 之前存的这个正括号是一组有效的组合，我们就可以继续。好，然后我们现在下一个是正的中括号，我们放到 stack 里面，正的小括号放进 stack 里面，反括号跟刚才一样，我们 pop 出来 stack 里面第一个给 current，然后检查是不是一组，发现是有效的。然后我们继续，这时候 stack 我们 pop 出来以后只剩下一个中括号，然后又是中括号，再 push 进去，反括号，我们 pop 出来一个正的，检查是一对儿，然后又碰见一个反括号，反中括号，然后再 pop 出来，这个又变成了空。好，这又是一对儿。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括号都已经处理完了。在处理完之后，如果我们 stack 里面 stack 变成了 empty，那么这就是一个 valid string。如果这时候 stack 里面还不是 empty 的，比如里面还有一个反括号，一个正括号，比如说类似这种情况，或者。我们一个正括号在最前面，这都会使 stack 最后还剩括号没用，那它就是不 match 的，我们就返回 false。同时啊，咱比如说我正第二个假设说我们是中括号的反括号或者大括号，这面如果是中括号，我们 pop 出来的 stack 是一个小括号，这两个不是一对儿。那我们就直接返回 false，我们就不用查了。好，所以综上所述啊，这几种情况，我们来总结一下这道题怎么做。我们用一个 stack 来记录所有之前遇到过的正向的括号。我们 current 这个 variable 呢，它的值就是从 stack pop 出来的那个，就是最近发生的正括号。每当我遇到一个反括号，不管是反小括号、反中括号或者反大括号，每当遇到一个反括号，我们就从 stack 里 pop 出来一个值，然后存在 current 里。我们来比较当前遇到的这个反括号跟我们最近遇到的一个正括号是不是一对儿。如果不是一对儿，我们就 return false；如果是一对儿，我们就继续。当我们整个 string 都处理完之后，我们要检查 stack 是不是空的。如果 stack 是空的，证明它是一个有效的，
括号的组合。如果 stack 不是空的，说明正括号多出来了，有多余的正括号。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代码。好，我们是用了一个 stack， 我们叫 mark， 然后我们从第一个 index 第一个一直走到最后一个，我们一个一个字符看，如果是正括号，不管是哪一种正括号，我们把它 push 到 stack 里面。如果是反括号，这时候呢，如果 mark 这个我们的 stack 是空，我们叫 return false， 因为找不到与之匹配的这个正括号了。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是正、反、反，遇到正我们 push 进去，遇到反我们 pop 出来，然后这是一个有效的一对儿，然后我们又遇到一个反，这时候 stack 是空，那肯定这是一个无效的，所以我们现在检查的就是如果是空返回 false， 我们把 current 等于最近一个遇到的正向括号，我们来检查配对儿，如果不是有效的配对儿，我们就 return false， 如果是有效的配对儿，我们继续直到所有 string 的字符都被处理过，我们来检查这个 stack 是不是空的，如果是空的就是 true， 如果不是空的就是 false。好，这道题非常简单，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给我留言。好，感谢大家收看。